我好喜欢吃意粉的，早排来了这间餐厅，店主 Angelo 来自意大利南部西西里，做厨师这行已经25年了。 Ciao a tutti, sono Angelo Aliano, I come from Sicily, Siracusa。 他设计的西西里风味意大利菜既有家庭风味，亦有比较摩登的。我上次试了 Sunday Brunch， 好丰富啊，两道前菜，一个汤，两款意粉，都是任点任食。主菜和甜品就分别自选一款。第一 round 上的前菜和意粉份量都几多下，我和朋友都吃不完啊。前菜有这碟腌制过的西西里出产银鱼柳和烤红椒，银鱼柳有鱼香得来，不会一味油或者死咸，调味的特纯橄榄油吃得出果香纯正。这款意粉配件鱼腩，意粉好弹牙，搭得出本身有淡淡的麦味，每条意粉都挂上了乌鱼子碎那阵鱼香，加上松子仁和提子干，多了甜脆的层次感。另一款是粗身直条形状的通心粉，烟烟韧韧，加了茄子、芝士和自制香草番茄酱一起烩，通心粉的坑纹、窿位都挂了汁，酸酸甜甜几开胃。你以为这个杂菜汤很简单啊，落了15种蔬菜一起煲，很足料的。主菜我选了这款香煎石斑，石斑好新鲜，好重鱼味，甜品好正宗的，有西西里经典的芝士卷，成程在厨房里面自制，用可可和肉桂拆成皮，然后卷成迷你蛋卷的形状，然后炸，入口酥脆，入面的芝士有空气感，加上糖渍车厘子、红桑子、橙皮，果酸味平衡了芝士的利。我也有试过 tiramisu， 朱古力碎是用成砖意大利朱古力刨出来，可可味是香醇过那些现成可可粉，芝士都打得很诱惑。这个西西里风味 brunch 挺有新意啊。